考676分女孩报北大考古专业遭质疑，这些大佬都来撑腰，为什么不读更好就业更赚钱的专业呢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农村人最主要是担心钱的问题，但是他金钱看得比较淡，我也认为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会更开心。在微博写下这样一段话，冷门的考古圈又一次喜提热搜。年轻人加油，既然你已笃定信念，未来便不会迷茫。